家，等一下我要去拿笛子，吹笛子啦。我们要赶快享受，要做一些30分，你说9:30吗？没有吧，今天9:00啊。是30分播吗？真的假的？哎，真的假的？是30分播？看一下，是哦，是啊，我30分哦。那么晚，我那么晚？今天227。哎，真的耶！哦，好晚哦，播那么晚今天。9:30到十哦，是哦，我都把我播那么晚，好啦，算了，就开播了嘛。吹笛子啊，大家！但我还有，等一下哦。可啦，大家！好啦，随便啦啊！真的假的？我以为是那个，昨天没有人提醒我。我昨天说9:00播，竟然没有人提醒我，还是有人提醒我，我自己没看到。没有人提醒我说我是9:30，我一直以为我9:00呢，是不是没有人提醒我？吹笛子。哎，大家是不是已经不知道我会吹笛子这件事情？宿舍的时间，所以这时候艾薇是可以的吧？可以的。跨越信息功能，好怀念的基础练习，这是基础练习吗？基础练习。听什么？很厉害耶！等一下，我找给大家看。我刚刚在听南一中，南一中跟男女中第26届主音爷运决赛重唱组第一名，全联福利中心，好夸张哦！怎么会？很有趣耶，大家。Hey, welcome to 全联。好强哦，第一名耶。很荒唐耶。谢谢地藏小白兔跟 Talon 的掌声鼓励。
这里隔音蛮好，是不是就是那个房间跟房间隔音很差，但是一间跟隔壁邻居的隔音还算蛮好的，很扯哎。全年福利中心，而且我爸今天说，我爸今天送我两只福利熊，想说是怎样？我爸今天送我两只福利熊。是哦，我今天那么，今天那么晚，完全不知道哎。好啦，去吧。多少呀？因为我以为我九点啦、啊，你就以为我九点了，这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还可以。他们去年是前年，这是去年的。他们前年是第一名，是黑暗的巴洛克。他们唱歌都很强哎，因为工作时间是九点，没错，是我错了，我忘记了。我昨天说我明天九点要开，竟然没有人提醒我，还是大家都没有发现，大家都忘记了，就这样。是九点半，对啦，是九点半啦。好，不要再问了，我要打了，我要说是我提早开。大家不要再问了，等我一下。这样，可以吧？元宇宙为准没有？是我设为准啦，因为毕竟什么时候开还是我自己决定。今天到几点就开到我开心哎，而且因为我昨天开超久，我昨天开了快三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其实开一个小时就好了。就看我今天，看我今天有没有话讲，没有话讲就早点关。有话讲的话就算了，也够了，不行，为什么？等一下，都要真快，是也没有了，两个小时五十几分，还没有到三小时。来玩接龙，今天我姐我也问我说，你今天直播干嘛？我说对啊，我不知道我今天直播干嘛。然后她就说玩接龙啊，当玩接龙啊。全联福利中心是在这边。码头换头贴嘞！现在码头的红包，谢谢，请支援收银。咪咪咪啦啦啦。吹笛子啊，大家，趁今天的，只有今天能吹。只有现在能吹了啦，不然我要被大家杀死。大家想听什么？不会的歌。昨天发现时间不一样，不过我想说早点开早点睡哦，真的、哦、提醒一下我嘛，提醒一下我啦。好啦，没关系，大家很棒，大家很棒，大家这一次其实被我骂。现在变成新的柠檬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奇怪的礼物？这有申请版权吗？这没有申请版权吧？小仓鼠车车是什么礼物啦？还长得跟天主使车车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长得跟天主使车车一模一样的礼物？
请问有买版权吗？请问有买版权吗？完了，我要被浪 life ban 掉了，我直接被浪 life ban 掉。浪松不要再骂我了。现在老烧的小仓鼠车车跟蔡阿玛逊逊的小仓鼠车车，跟 Julian 的小仓鼠车车。小仓鼠火有小仓鼠火箭，这是什么鬼的东西啊？天哪！现在尬仔小仓鼠车车跟不知道小仓鼠车车跟诗人的爱的玫瑰，是浪被 ban 掉，浪是这样是可以的吗？这样是 OK 的吗？确定吗？是不是不太好啊？好像不太好。莫名话坚持呗，直接甩一个直播平台。可爱耶，小仓鼠是可以的吗？现在茄子的小仓鼠车车，这礼物是 OK 的吗？是 OK 的吗？我应该要播哎，吹那个什么什么哎，过年歌那叫什么？过年歌曲。过年歌曲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马奔腾什么东西？该练一下卑微主义，那什么的天竺鼠车车的主题曲。哒哒哒哒哒哒哒。嗯。简单版，哇，看起来超难的啦。哇，酷，大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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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呢，厉害！哎，有人回来了，有人回来了。Hello， 直播结束。最上面那颗，早安。嗨。欢迎回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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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玩吗？好玩。好玩。你手机是不是坏了？蛮衰的今天。没有啊，我是把手机壳拿下来。哇，你手机壳很炫哎、欸！它的那个手机的外壳超炫的。它是红标小米九。小青青的银眼很好看哎、欸，嘎仔，嘎仔 ，Hello， 那银眼又很好看了，笑死我，不在，他们又不知道去哪里。Ray， 疯了 ，Ray 到 Ray 到 Ray， 放在这了，对，哦，好，感谢，这个是法法的，好，感谢，嗯 ，Ray，Ray，Ray， 看，哎，你银眼很好看、欸。今天很课，加油，很难做、哦，没问题、啊，他完全没问题，他完全没问题。哦，我就穿习惯了、啊，我从国中就穿呢、欸。我们还有一个高跟鞋大师，对啊，叫原子猪，对，还有个祖祖大师，对，祖祖不会皮肤疼，高跟鞋大师，高跟鞋大师，哇，我去学。会唱高跟鞋都要叫一声姐姐，诗雨姐，诗雨姐，诗雨姐，是刚开吗？对 ，Red Red Red， 晚安，晚上好。C C so， 对不起 ，C so， 嗯 ，C so C do，
瑞咪发嗦，哎，西哆西，西嗦西哆瑞咪发嗦咪，西哆西嗦瑞咪发嗦咪，那什么？西哆，啊？西哆西嗦瑞咪发嗦咪。那东西就是时机到了就会。西哆西嗦瑞咪发嗦咪。你说，你说高跟鞋带湿的部分。对啊。西哆西哆西嗦。西哆西西哆西哆瑞咪发嗦咪。没有啦，我觉得有没有穿习惯的问题。因为平常高跟鞋大师就没有在穿高跟鞋的，但不太会走、啊。西哆西哆瑞咪发嗦咪，等一下哦。什么？太扯了！怎么那么多只啊？哇，好酷哦！我的弟弟们调不一样。那你的妹妹们？我的妹妹们，弟弟们，你的弟弟们啊！谢谢。我很聪明。哎，但是好像目前只有这一只可以吹。这样这样对。一分一分一分。哎，这真的很好看耶！其他的笛膜坏掉，哎，你要拍照可以来。笛膜。对啊，它这个膜，啊，是它坏掉不能吹是不是？就是要换，但是我还没有去买，哦、我现在不知道台北哪里可以买。一定要贴上去才能吹吧？对。嗯，你以后拍照可以来接啊，可以接去拍照。我在拍古装剧的时候。对啊，你也去拍照啊，还不错。很好看哎、欸，就跟我一样。想要看，想要看，吹一个像那种箫吗？然后，酷哎、欸，我家也有箫。真的加油！西嗦西哆瑞咪发嗦咪，然后西嗦西哆瑞咪。我看看现在有多胖。今天吃这么多东西，感觉胖。你最瘦了。你最瘦。我还穿着外套。你最瘦了。没有。你最瘦。你最瘦。这个笔你该不会在大创买？看起来像大葱买的，忘记在哪里，可能不是我，但是我只是放在那里而已。拉西多。翻简谱。瑞罗瑞罗瑞。西嗦西哆瑞咪发嗦咪，西嗦西哆瑞咪发嗦啦。好可爱哦！嗯，我开心，很感动，很开心。好啦，算了。干什么？拜拜你们的车。对，我刚才说拜拜，对啊，很棒，可爱，应该这个，还快点了一个，可爱耶，你在干嘛？分享分享，在一家台分享，还快点名本，好可爱哦，是他大家自己画的，对啊，我教他们，教他们，可爱耶，不会耶，看得出来谁最不会画画，就是林婷婷。啊，那个最大脸最大的脸最大蛮可爱的啊，我还是看不出那是林婷婷。好，你还是流行，是没错。因为有流窜的也太好看了吧，哦，我真的很羡慕他们画这种这种感觉，对啊，那种漫画派，其实他也是另外一种。总之就是，对啊，西嗦西哆瑞发嗦咪，西嗦西哆瑞发嗦啦。小笔记本，然后他们都画那种感觉。阿丽不会画画。小女生的妞妞。阿丽的头超大。阿丽脸。阿丽只有三根毛。阿丽好瘦耶，她那么瘦。她画那么。阿丽真的脸那么大干嘛？她有够瘦。好看。我终于画到九点半，其实是九点半开播，那我以为我九点开播。就是这样。你就没差。什么？你是九点半？对啊。但我听。欸，跟你差不多好不好？提早一个，应该是提早，我只提早半个小时哦。
直接提早一个小时。至少不是像我玩了半个小时。是吗？是吗？是哦。我以为我是一个小时。你比较夸张。我至少早点见，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大家嘛。晚了十二小时，晚了十二小时。啊，是，晚了十二小时，那个是不太好意思说，就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跟大家郑重道歉。晚了十二小时的部分，有这种事。晚安，大家晚安。阿力快去攻击同的村庄，现在还有人在玩吗？其实，我觉得你还有在玩吗？我没有啊。你删了？我没有，还没删。你还没删？我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没有玩，然后过了两个礼拜，然后我又开一次，然后再升个三级，然后就没有再冒泡了。冒泡？我已经我杀很久了。你有玩过？我玩过。哎，我没有，我没有加你。没有，你没有加我。真的假的？没有没有，可能是你加我的时候，我已经没在玩了，是吗？可能是啊，差不多。哦，我知道，因为我都没有攻击你的村庄，因为你说别再攻击了，所以我就很乖。是啊，谢谢。我超乖，我超好朋友。友谊之拳敲下去。哎，你棒！这个根本就对吧？吧！喂，小明，小明，来，小明啊！给，嘣一嘣嘿，嘣嘣嘣嘣。耶、yeah! ！很多花招啊，小妹，小妹，小妹，前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剪刀手不？对对对，超会玩，很会玩哦，很会玩。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有吗？他知道这个吗？这个吗 ？Hello， 就是上吗？上。这是香港的小游戏，可恶哎！喂，耶！太难了吗？哎、yeah, ，好了。哎，我刚刚没开，我相信。嘿，嘿，嘿。好难啊！会玩吗？你们？你们有玩过吗？小明，小明，小明，不要引爆大家！是没有人玩过，没有玩过。有啊！哎、欸，我小时候真的有玩。哎、欸，对，我们还说我们要玩那个天下大明算，你直播完我再给你玩。明天很早吗？明天是早上。对啊。很早的那个。很早的那个。好，那没办法。只能晚上了，很早的那一个。必出境，超怀念，超怀念吗？有没有？真的？现在真的不会玩，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玩游戏，根本就不会玩手机。那那么无聊，上课没有手机啊，没有三 C 科技，电脑锁着老师用，是不是？上课小学的时候在礼堂，怎么是礼堂啊？对，礼堂，然后就听那种老师讲话，超无聊。不是在操场，都在拔草吗？对啊，什么东西？我们操场在那边升旗，然后我们都会在那边拔草。有草？就大操场啊。操场会有草？有啊，就是跑道中间不是都是草吗？哦、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开始拔草，超坏的啦！我们操场没有草哎、欸。你操场没有？是什么土哦、喔？对，就是平的。是哦、喔。没有那么大了，没有那么大操场，小操场。那么酷！哎呀，我们都用站，我们都只能站，不能坐，都站着。好可怜啊！我们就直接拔草，拔草。书包放脚旁边。哦。然后站着一排一排排的，然后听他讲废话。哈哈哈哈哈。宣布事项。宣布事项。然后，
停停停，然后那边玩手指，很熟。等一下什么课？那边自己跟自己玩。对啊，那个自己跟自己玩这个吗？可以啊，这个爆掉。哪有这很快就爆了？其实我都会听他们讲。那你很棒哎、欸，你很棒哎、欸。我是乖乖。Sylvia，Sylvia，Sylvia。最希望是下雨，下雨就可以上教室。哎、啊，我最近在听视觉失调。视觉哦，蛮好听的。要不要听？你可以听。你播我就听。好，来听啊。早会吃早，早会吃早餐是可以的吗？左右互搏之术。早安大家。早安。早安。午安。跟大家说，为什么你们都要讲早安？上课都在用蓝牙传，天哪，蓝牙这什么？现在会用到蓝牙，只有那个蓝牙耳机而已。现在好少在用蓝牙，而且我也没有蓝牙耳机。我有买蓝牙耳机，但是我觉得好不方便，就是要充电这件事情。我超讨厌充电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是都用有线的，充电真的麻烦。那你有带行动电源的习惯？看我有一个包包有带。就是看我有没有带那个包包出门，对。我也是这样。看状况。一直借别人的电，然后他们就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林一，他就在生日的时候送我行动电源，叫我不要再借别人的行动电源，你自己有了哦，你自己有了哦。笑死。可是我还是忘记带出门，没用。没有用啊。有了，比较少借。接线的比较好，对，而且我那个接线的好用好久哦，我已经用了4年了耶。那什么三角，铁三角的，那是我买过比较贵的耳机，但是也多少五六百，不知道，没有忘，反正用了四年，我觉得很耐用哎，而且现在状况非常良好。听说有线耳机会没有听到声音的时候，都是左耳先没有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墨菲定律。现在铁三角也不是炫耀，是那时候买的比较好，但用4年，我觉得 CP 值超高的啦，还在继续用。就想做三角铁，叮叮叮，还在那边三角铁，铁三角。也没有在炫耀，大家才在那边 iPhone 在炫耀，好不好？人家那边抓来抓去的。哎、你要不要再跟我抓一下？没关系，那我们可以摇一摇，摇一摇。谢谢。哪来的摇一？左边画都是真的，真的假的？会觉得有线的我比较习惯，而且会有那种 feel， 大家懂吗？但是无线就是跳舞会比较方便很多，就是练舞的那种，或者是跑步运动就要用无线的。铁三角先，我没有说铁三角用无线的、啊、我是说买其他的用无线的，谁给铁三角用无线的？为什么都坏周边啊？到底是为什么都坏周边？我今天很开心，所以不跟你讲话。什么意思？我今天很开心，是我不跟你讲话。什么意思？开玩笑，我现在要去度过我的小小时间，我今天要回到我的小小时间。拜拜。休息一下，我房间。不要休息了，要休休息，要休息了。为什么？因为昨天在房间
然后我不是，你要不要来看我的衣柜？等下你结束之后你去看。他真的一直想要让我看他的衣柜，就是我收拾的很好，然后因为昨天直播所以又乱了，因为直播我就会叠好那个直播的那个 feel， 然后我就很烦，就不想就会弄很多。所以我现在要去收拾我的房间。趁我现在心情，趁心情好的时候赶紧。我今天超开心的，他今天超开心的，他今天超开心的，今天也不错。有感受到你的雀跃，什么意思？好期待哦！爱你有一个好朋友一家。哎，我爸，不是有人写那个，就是规划你的什么看剧人生吗？啊，对啊，就是那个。然后我爸看他的影片，然后他今天就突然问我说：“哎，你那个跟刘晓晴那个是谁想的？”我说：“啊，什么谁想的？”他说：“是那个啊，你们不在讲相声吗？”没有。没有啊，他说那个剧本是谁想的、啊？不是剧本，那是真实人生。那不是剧本。我说不是，不是你们自己想的剧本吗？不是剧本。你们不是在讲相声吗？啊，那是谁建的？我们的，难道我们的生活模式就是相声吗？我刚刚还在那边弟弟妹妹的。谢谢 Rex 的214爱你。对啊，那边弟弟，这是我的弟弟。那你的妹妹？什么艺术？这是我弟弟。超好笑。那你们相声脚本是谁想的？没有在跟你讲相声啊。然后就开始解释，哦，那会是一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直播，然后有人帮他剪精华，然后剪一剪就变这样。对。来讲相声，要不要来讲相声？我不会讲相声，就像刚刚。我以前都没有。那弟弟养的妹妹。相声到底是怎样？这是什么东西？哎，我不是要进去吗？是啊。哎，不要在你房间，拜拜。啊，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相声。相声就是。蛮好笑的，就是一对一弹的那种，夫唱妇随，差不多这个概念，互呛，也可以这样讲，怎么讲啊？我也不知道，对，吐槽要吐槽那种感觉，小品，是吗？差不多，看一下大家浮夸日常对话，要有吐槽。什么事？我觉得就是这个刻意找剧本，反而还其实没有那么好笑的感觉。对啊，当然也是可以。什么是相声？他说那个看剧人生谁想的？什么？相声？没有，我知道相声什么，只是我不是说相声是什么东西，而是相声是什么？你知道就是一个什么？就是怎么样才叫相声？就是相声要做什么？我知道相声，你懂我想讲什么吗？他说相声没有这个吗？不是这个意思。你有看过相声吗？就是我有看过，就是怎么样才叫做相声？那一定有看过、啊，对不对？基本上就是两，你一句我一句，然后讲一些很好笑的话，对，差不多。那什么时候才叫相声？一个作品，对，它是一个表演的感觉，它是一个表演。对，我就是要这个答案，知道吗？它是一个表演。它是一个表演，大家。我也会吹啊。吹啊，那你吹，你吹这只，那只不能吹。哦，这个是不是？嗯。这边都不能吹。对，那个笛膜都怪怪。这里吹，然后这里按，它是这样子。对，另外一边。一二。谢谢。可以轻。是要轻的，还是就吹？就是吹，是往前。这次也可以吹啊。我也会，等一下，我超会唱的，我唱那个。
我哎，我真的知道这个怎么吹，我会吹那个天空之城。没有，你让我。好哈，你吹。讲什么？二重奏的部分，他说我作弊，突然下雨，不是有看到按键吗？哎，不对，不是讲错。感到非常挫折，冰箱又找不到食物了吗？我有一座新冰箱。谢谢你的弟。谢谢我的弟。拜拜。你这样要回去收拾你的。你好开心哦，你好快乐哦。可以找我。哎、啊，你再回去了。立刻出发，见你随时随地。本年轻。但是我的高音是不是不能吹啊？对，这支不能吹。啊，这支嘞？这支好像也不能。哎、欸，可以了。不行，这不好吹。我的低墨还是这一支，C 小 C 哆瑞咪，C 小 C 哆瑞咪发嗦咪，C 小 C 哆瑞发嗦咪，C 小 C 哆瑞发嗦啦。出来是这样，是这个问题吗？对，是吹太用力。
不是，就是你刚可能有压到这里，就你可能有碰到。Oh my god！ 对不起。没关系。比莫很便宜，只是还没有去买而已。我刚才错了一下，被我错进去。没事。这样不行哦，那贴个胶带会？贴胶带可以啊，贴胶带就会变得跟着。L D E， 他是贴胶，没关系，没事，不用，没关系，还是先不用贴胶带，请先，哦，是可以啦，胶带就是这支。贴胶带的，但是笛墨还是会比胶带好听，但是胶带会，哎，吹出来喽，有喽，可以啊，可以，这只手从里面，你攻击我的迪莫，刘小晴攻击了你的迪莫，好好笑。他努力在练习，你可以带回房间练，笑死，真的带回房间练了。今天教学目标先出声音就好，今天就是先吹出声音。所以是什么？细手心。西哆瑞咪嗦啦嗦啦咪，西哆瑞嗦啦发，都可以都可以。你来这里就是要攻击我的敌我，不好意思。什么？西手西哆瑞咪嗦啦嗦啦发，西手西哆瑞咪嗦嗦啦。哦。发拉西哆瑞咪发瑞，好啦，就这样了。发拉西哆瑞咪发瑞，随便啦，就这样。你居然攻击我的敌魔！乒乒乒哐哐哐，哎，乒乒乒乓乓乓哐哐哐乓。这次我真的死定了，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
谢谢 Jerry Catch 的聊一下，随便啦，随便啦。这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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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怎么可能一弄就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就是一弄就破，他摸一下破好不好？稍碰一下，稍纵即逝。看一下他的，哦，他没有，他把他的那个胶带拔走了。随便啦，小时候，小时候老师教我俗语，成了桥头自然直。长大后才发现，好像根本不是，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有太多太多要去追求，有太多时刻失去自我，就现在放下执着。和我说，随便啦。棉花糖棒啊，那个马戏团公园童年哎、欸，再见王子。马戏团公园，一家的 Health 专辑 ，Health 专辑。马戏团公园，要不要听再见王子？再听。我跟你们说，这只是瑕疵品，我花了800块买了一个瑕疵品。关于它瑕疵在哪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一般的笛子啊，一般的笛子其实它这里会有一个用木板封住的口，就它这里有挡住，用木板里面是用一颗圆形木板挡住的。然后我就跟老板买了这个800块的笛子回来之后，然后我发现它这里挡住的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是卫生纸哎、欸。是卫生纸哎、欸，大家，我说什么意思？所以这只只能吹低音，它高音就吹不上去。这只高音吹不了，因为它就是一只瑕疵品。但我觉得这只声音很好听哎、欸，低音的声音。但它的高音就是。卫生纸我真的不知道，卫生不是染血卫生纸好不好？用过的吗？是 trash 吗？ trash， 但是它800块而已，就因为一般的底子大概几千吧，一两千，但这只就好像800块，好像哦，好爽，算了，来听再见王子，棉花糖2.0了耶，超期待的耶。土炮乐器是这样用的吗？是这样用的吗？自己捡便宜，对啊，自己捡便宜。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这就在讲我吧，讲我美妙的歌声。哎，这样为什么这么美丽？你是不是在挽回你昨天说错话？你是不是在挽回你昨天说我不喜欢太可爱的，但是我超喜欢一家？你是不是在挽回这句话？可以挽回成功，那么容易吗？那么容易吗？真的假的？那你运气很好哎、欸。但是他最近要复出了，大家可以去抢票哎、欸。4月4号在台北 Lexi， 售票时间是3月7号。很酷哎、欸，棉花糖要重启了，超酷的啦！记得那么清楚，跟你们说，天蝎座真的不能乱惹哎、欸，就
会被一堆朋友团体，对，真的很棒。乐团对啊，是好久的乐团，最近2.0。好想喝金苹果，突然。现实要贴也不是贴在，没有啊，他的售票是在那个啊，全家跟 KKTIX， 全家便利商店啊，这跟我们的 reset 公园是一样的，开心，真的是回忆耶，我真的跟大家，欸，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是我的舒适圈耶，怎么会是我的舒适圈是你们的问题？那可能我听的东西都跟你们听的比较像，你们就是我舒适圈，怎么会这样？熟悉的战场，对，熟悉的战场。哦，毕业前一天爆炸，毕业前一天爆炸，好，是不是谁有演？哎，尤斯卡有演吗？哎，是吗？哎。是吗？是，哎，是柚子有演的那个吗？是这样用的吗？对，就是这样用的。我们年纪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吧。是哦，这你没听过吗？真的假的？你没有听过《马戏团公约》吗？我觉得可能没有听过这首，但应该会听过《马戏团公约》吧。你听听看，学院叫了，呜吼呜吼吼。你早操好像很多人那种啦啦队什么的，早操都是这首。老下小仓鼠车车，小仓鼠车车，这个礼物真的很迷哦，浪外服，这礼物真的是可以的吗？是可以的吗？浪，完蛋，直接被分掉。好喜欢这张照片哦！我真的超喜欢这张照片的，这张照片真的好棒。四黑，这公式照什么意思？急了，急了，浪浪浪浪收到那个了。陈正信函了吗？好笑。明天是2月生日会哦，大家。有参加的记得要去。是可以的吗？
不行吧？啦啦啦！好好笑。对对，只剩三天了。哎，凌晨真的很可爱哎。今天跟他练习，然后他今天真的，哇，他今天很嗨耶，他今天超嗨的，然后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有一件外套是全黑的，然后有帽子，然后他要把他帽抱进去，然后在那边乱甩。然后我想说，是怎样很嗨哦，林姐，有够嗨，世界上最嗨。马戏团公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嗯嗯嗯嗯嗯。啦啦啦！小组关起门都很嗨啊，很嗨啊！你也是捡女生们，你现在才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林姐第一封情书是谁写的？我写的，我写的啦！等一下，布布台北，好就可以编喽。布布台北到底是什么？谢谢林果布布台北，是可以的吗？真的是可以的吗？嗯，爱的大姐，我跟你们说，就是第一个写在12月24号拍摄《向前走》MV 的那一天，有多久？说多久就多久哎。真的是，不要小看我，不要小看我，大家。平涵生日，对啊，我有，我那天写了生日卡片给平涵，然后写了情书给林姐，这样。应该禁止，周公子每次看的是这样吗？这样是可以的吗？木棉花保护了陈总，他们要开始继承任性感了吧？噗噗不是噗噗，这个是噗噗，不是biu biu biu 一样，很多人都在念biu biu哎，名字噗噗，你的名要写给你啊，该不会都？什么复制？有一个人是蛮有经验的，像我对复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很在行，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粉丝蛮擅长复制贴上的。八东江，与骨灰圈一样，不一样，好玩好玩，和你一起共度难关。小火海没有起来，公布他，但是电视过有点久了，几年了，是几年了 ？Life 修行多久以前的事情 ？Fighting, keep fighting， 把它记成真性感了，不是要忘记吗？跟你们说，哎，你们有测那个吗？你们有测那个自己是什么颜色吗？最近不是很夯这件事情，就是你是什么颜色？你还记得他写给谁目标？我记得有瑞婷，另外一个有点忘记，布丁吗？有点忘了。对，颜色，我的是爱丽丝蓝，大家，我是爱丽丝蓝，哎，我觉得很准，我觉得。小火海 bring you to life， 我是爱丽丝，而且很准的是我英文叫 Alice， 大家知道吗？那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就是 Alice， 我的英文名字 ，my English name Alice 。你是石英色，酷哎。但是都，先不要，可以打重新打一份吗？我想要重新打一份的。哎，是吧？
探索什么意思？你手你什么意思？滴滴 B 九八 B， 我说个性，不是说肤色。Hi always hi， 有一边黑什么意思？Bring you to life， 心崩坏，一起喝彩，只好待。Fighting, keep fighting。嗨，亚历斯，黑色切开都蓝色，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今天也是穿了一个爱丽丝的颜色。是蓝那么深 ？Hello， 没事，我现在心很宽大。我现在心很宽大，没有心胸宽大，现在心很宽大。心宽大我。蓝笔看起来是黑色，是这样吗？心事肥大，要打十点半吧，今天包十点半好了。所以胖才说说黑是不会啦，但我最近有变瘦，大家。但是现在说我胖，我也不会走心了，因为我就胖，怎么样？怎么样？承认了就会很轻松了，大家承认就很轻松。这可爱，谢谢。你要讲几次 ，Lori 就笑。就心很大，就心很大，心事肥大。而且。欸，我今天是练舞嘛，然后结果我忘记带雨伞，我就练舞出来发现完了在下雨，然后我就先跟我姐说，欸，你可以来接我吗？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就等待我姐救援，然后她就传讯息给我，然后我就说，欸，我很扯，欸，就是我没有带伞，然后被困在外面，然后说哇，要不要我去接你啊？然后我再也没想到，天哪，他怎么那么暖的时候？然后他就回我说，等我睡饱的时候。谢谢，谢谢。原来是等他睡饱的时候。谢谢Lori小小214爱你，谢谢。这好适合林姐的礼物。是表没有，好不好？我也只吃那一次而已，好不好？原来是等睡饱，原本想说，他人有那么好吗？他说等我睡饱之后，我会考虑一下。谢谢，好。哎，重点是我姐后来来的时候，雨就停了。现在快乐皮皮的噗噗高雄，该告了吧？这个木棉花。现在 Gemma 你的噗噗台飞，这次是可以的吗？谢谢冒险者的玫瑰。然后我姐来的时候雨就停了，但是我姐给我带油纸伞，然后她说好可惜哦，雨停了，不然我想强迫你撑油纸伞。她想说什么意思啊？不是还好雨停了？啊，不就还好雨停了？带什么油纸伞？带油纸伞那是怎样？好荒唐。我姐说我明明就是说完倒完垃圾去接你，哦，对，对，她说我姐，我说你可以来接我，她说哦，那我倒完垃圾去接你，然后结果我大概过十分钟吧，然后我姐再打来给我，然后说你还在吗？我说我还在啊，然后说哦，真的，我才刚出门而已，好，谢谢，谢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家一个说。一个有点晚出门，然后一个说等我睡饱再出门。现在是大家都在欺负我。
外拍几张，没有，我今天很穿得很运动哎。姐姐来，对，姐姐该叮咚叮咚。我没有啊，我没有说我马上去接你啊，我是说我到了那时候才去接你。好，谢谢。哎，在 WZI 的我来签到，转场可超怪的好不好？谁要撑油纸伞走在路上啦？先让你挥手的爱的玫瑰。姐姐要抱怨一下，姐说搞不好我真的有看到那边，只是我没有认出他而已。我觉得嗯很有道理，非常有可能，就是我可能有过去哎挥手，但是我没有认出是他，因为我姐那天造型不太一样。跟平常，因为我姐平常会是会绑马尾的，然后她那天说，她那天有时候她伪装自己，她平常不会戴眼镜的，然后她那天戴了眼镜，然后放了头发，然后她说她要伪装自我，所以有可能，哎、欸，有可能是我没有认出来，什么乱源，感觉趁不会好不好？我超低调的、欸，我是一个低调的人。也不是 C 调，也不是 A 调，也不是 G 调，我就是哦，好可爱哟、哦，太 Q 了吧！不是 A 调，也不是 B 调，也不是 C 调，我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OK， 比较低调的人。我只有拿纸伞在，我有 get 到哦，林哥。林佑，你也是很过分，谢谢谢谢。饭团那题其实姐姐投的，不是啊，姐姐会喊一家、啊，姐姐说她有喊嘞、欸，她说她有喊一次一家卡哇。好、哦，原来是低调的部分。姐姐拿饼、啊，姐姐、嗯、没有吧？姐姐，我连姐姐有没有拿扇子都不知道。姐姐有拿扇子吗？还是低调的部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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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那你很棒，没有拿扇子。来看要听什么歌？嗯，听创造啊，大家有事没事推一下。帮姐姐做一把，姐姐名叫我的应援扇，我有送一把给姐姐，好吗？姐姐想写扇，你要送扇子吗？姐姐名叫我扇子，她是没有拿而已，好不好？她名叫一堆我们应援的东西。要扇子、喔，海外是那种扇子，打开一排那种，是不是都复制贴上的、啊？扇子复制贴上这样。你要 miso 扇？嗯，有人想要吗？青蛙会想要。他不想拿，对，也不想拿。作品还给他好，从此被怀怀讨厌。我就不想拿你，我就不要啊。现在文化路很多，哦天啊，文化路现在也太多人了吧？是怎样？每年的什么年假文化路都会爆炸。我要现在粉丝心胸扩大，那什么歪扩？
Bump of Chicken 的新世界，可以看 MV 哦，好酷。很棒，没有，我们很好啊，怀怀，谁跟你不好？我们都很棒。防疫破口，实力得罪粉丝，在文化路真是防疫破口。他好想喝文化路的那个，哎，大家都知道龙城绿豆沙吗？龙城绿豆沙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龙城绿豆沙。吹到车对，也不是这样，哎、欸，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嘉义的垃圾车其实也有定点啊，嘉义垃圾车其实也是定点垃圾车，我在想，嗯，为什么会有这个画面？绿豆沙好好喝，好好喝，绿豆沙真的万岁，就算不喝绿豆沙牛奶，你就只纯喝绿豆沙，超爆好喝，大家一定要，如果有吃文化路，一定要去喝。而且龙城绿豆沙，我算是看它长大，什么意思？就它原本是一间在有点角落的一间小摊贩，然后它现在直接变成一个大店面，好扯！不愧是好喝的店。好喝的店就是要开大店哦。老板，其实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太常喝，我也是没有太常喝。看他们慢慢变胖，是这样吗？再试试多少，随便骑就可以骑出去了。你都看一下长大，我也看你长大。欧里长得真的完全是一个可爱的娇小的少女，大家是看我变老吧，其实越来越苍老。我把我顶装回去，不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危险。咦、欸，嘿，超多只的啦，嘿，好像什么。武打的扭打武器之类的。16岁，对啊，我从16岁被你们看到现在了，好害羞哦。严正表，现在很苍老吗？现在很苍老吗？现在还长了两个痘痘，然后还没有遮，笑死。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因为我就会起来的时候想一下昨天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想一下我昨天直播，然后我突然觉得，哎、欸，我昨天直播讲得很好、欸，哎，什么意思？我突然觉得，我昨天直播好像讲得蛮好的，好像很有道理，我觉得，怎么可以那么道理的话，怎么会从我的嘴巴说出来的感觉？好好笑。不是可以折头这样啊，这样折头头，折折头，嘿，乐乐头，到底为什么叫乐乐头？错觉，是错觉吗？啊，但我觉得每段都讲得还不错啊。我想说，然后我就想说，感觉大家如果想说推荐一家去看哪一次直播，感觉就可以去看昨天直播。然后就想一下，昨天的直播唯一不能看的人应该是我那位朋友。我那位朋友如果看昨天
那直播他应该直接把我杀了，好好笑。嗯，来交朋友没有要介绍朋友啊？双情双情超好吃，双马尾，身上很像什么？不知道。朋友是 A P P， 没有，他超讨厌的，他超坏，一直呛，直接把我呛爆。特别嘉宾朋友，真的不行哎、欸，真的不行哎、欸。把他剪精华传过去了吗？但是我觉得就要吃那个、啊、吃饼干，感觉又可以多吃到一点东西。所以讲朋友不配是第十教学，哎、欸，你的心胸宽大哦，不好意思，只有心宽大而已。那个超坏，而且我是真的没有意识讲说我心胸宽大好不好，然后完全没有想到，居然有人可以这样 diss 哎、欸，这 diss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想说好厉害哦，怎么那么厉害？双井超好吃，阿布。冒险石不要、哦，我才不要，一定被他呛死。新冠大学的心事肥大，粉丝不敢 diss 你，只有心。是被嘴过才是这样吗？没有吧，感觉他就不会被嘴过。他说一个普通人说嗯，但他超会呛别人的妆的，比如说什么，你的腮红是不用钱的、哦，哎、欸，但是我没有被他这样呛过，因为我很少在，我腮红都涂很啊，没有什么在涂腮红。腮红是不用钱哦之类的，他超会呛别人的妆，土妹才被嘴，土妹心里比较善良，土妹才需要心地善良，你为同学心宽大，只有心，他只有心好吗？这个很嘴，这样是不用钱哦。非常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他不会呛穿搭。他唯一好的点是，他跟我说他不会呛别人穿搭，是因为他觉得穿搭比较需要用到钱的部分。他说他觉得穿搭很难，然后他觉得穿搭需要用到钱，但是妆容的比较还好。大概下巴多两颗痘痘。最后的温柔，对，那是他留给我最后的温柔。化妆不也要花钱？对，但是就是高级的化妆品，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需要那么多钱的化妆品，也是可以化出好的妆来的。穿得很有风格，小妹。PP 穿搭大师是原子竹老师，紫竹老师是我们穿搭 master teacher Zhu。你们人很好啊，你们是我的，我一直都说你们是我的那个、啊、舒适圈啊，你们就是我的舒适圈啊。就说你黑真的。说我黑真的不会走心哎，因为黑就真的啊，因为黑还好啦，黑没有很怎样。所以模特不会穿棉穿搭啦，
我都穿900件很蛮高级的。王一家亲手设计的，拜托。啊，我想好了，他生日我要送他什么？我要送他我的生日提我多买一件，这是一个很棒的。嗯，我眼前黑不是黑，是一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刁你，我握手去刁他。发好人卡了，一人来哦，大家排队哦，发好人卡喽。是不是现在你们要严苛吗？不要啦，不要啦。我们只会说黑肥尬没梗，其实还蛮伤人的，还蛮伤人的。哭啊！没人可以说生日快乐，真的假的？这没在穿过，每天都可以穿一下好吗？虽然我也蛮少穿的，我也是蛮少穿出门的啦。我也真的，我的圣诞皮掉下我的衣柜。你这学校新宽大，我那同学根本就是 diss 教材，他真的超会 diss。还没拆开过，穿一下吧。你有说老三生日快乐，你很棒，谢谢老三，他真是要谢谢老三。看的那个人看不懂英文，还是我今年出中文版，请祝我生日快乐这样子。还是我今年，大家有什么灵感？我今天做一个长辈图怎么样？早安朋友，生日快乐！又是美好的一天，今天是我生日啦，哈哈！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好人，好人一生平安，这样。祝我生日快乐的人，好人一生平安，怎么样？因为一种语言，感觉也是不错的选择，感觉也是不错。向往的迷途指南，听一下。放下你的大头，之前不用，现在没关系，可能放乌米比较会多人买。我现在的那个政策，什么政策？推广政策就是不要放我的脸，是放乌米这样。高兴有让一下看我穿的乌米挺开心，有穿，很棒哎、欸、大家。我穿乌米 T 恤都很棒，看得懂都刺眼。哇！谢谢林狗的跟着方糖去旅行，波波不见了，波波直接变方糖，噗噗哦，噗噗直接变成方糖了。拿乌米当商品面材，对，没错，放乌米就好，对吧？放乌米就好，我就说吧，放乌米就好。消费乌米，乌米就是买小诶、欸、不是。谢谢怀文手里跟邻国的小仓鼠车车，真的是先不用再送小仓鼠车车哎、欸，超好笑。然后来到出2.0了，我够期待。心宽大。好像可以耶。好，那我在今年生日贴到一个心宽大的鬼，好像也不错。然后这个生日有什么关系？谢谢快乐甜甜告白气球挂号星，不如一天才大吧？怎么样？心宽大，好像很符合哎，超符合的啦。哎，不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他帮我取了新绰号，叫做蜥蜴王。而且他想说蜥蜴王跟我什么关系？他说哦没有啊，你就叫嘉义王啊，所以帮你取一个绰号叫做蜥蜴王。哦，好像有道理，好像有道理。
那我就坦然接受。我已经坦然接受到把我的LINE大头贴换成 C 王照片。我现在LINE大头贴是 C 王照片，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啊、C 王。而且我有一次不小心把饮料弄翻，然后我就说：“哎、欸，我把饮料弄翻了。”他说：“不意外啊，你去查 C 王图片。”然后说：“怎样？”他说 C 王图片不是很多那个叶子，他说那些叶子就很容易打翻饮料啊。我说好哦，谢谢。原来是 C 王的手推回就会把饮料打翻的部分，谢谢。有粉丝叫 C 王，不是哦？真的假的？是哦，那么酷。C 王很帅 ，C 加一王。C 王，我觉得还不错，大家懂吗？我查 C 王的照片给大家看，真的很荒唐。他说你这些叶子就是很容易把饮料推倒啊。他说。你的叶子就是难怪饮料会倒，因为你就手一挥，那些叶子就把饮料泼倒了，这样子。对，宝可梦那一次很荒唐。六十分吗？是胸太 diss 了啦，心胸宽大的部分太 diss 了。可以好好当木手工吗？不要当一只 C 王。没有 get 到，好，没关系，我自己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可能我自己笑点比较低一点这样。其实我今天表定是要播到11点了，也可以啊，继续播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继续播啊。我今天晚上要整晚播到11点。常常被已读按表情符号，刚刚粉丝觉得这不行。心胸宽大98分可以分进步了，还可以进步，我觉得不需要再进步哎、欸，我觉得这里就好，这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进步的地方，这样就好，真的。多发明心胸等级，不需要，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心胸已经是极致了，好吗？真的是不需要，真的，完全不需要再发明更多 diss 金句了啦，这样我觉得非常足够了，真的。这就跟说话有重量，然后就第一个词是同样的概念。心都在疼。而且我明天好早起哦，明天要7点起床，又要练习。心是需要练习的，我决定我今天的生日听心宽大，然后欢迎大家拿去送朋友，然后送那个女性朋友，我朋友就想说。男性朋友都可以啊，都可以送。男性朋友也非常适合，心宽大部分，大家都心宽大。最近开够久了，对啊，就随便啊，都蛮久的。我跟同学学化妆技巧的，慢慢来，慢慢来，马上朋友，马上没朋友。
心是需要练习的，但是不需要练习。你送可能会被告，也是有可能，没有啦，大家都很棒啊。谁给他保持 ？Miso 先不要 ，Miso 要先加油。快乐皮皮，快乐皮皮，你的作业。然后林果的作业要再等我一下，大家放心，我不会忘记林果的作业的，因为毕竟我是天蝎座，天蝎座是不容易忘东西的，只会忘记人的长相而已。快乐皮皮要交作业吗？哇，我今天很 free 哦，我今天可以笛子，可以吉他，都可以，或者是什么心宽大什么之类的。我记性最好，可以忘记你的事情。你有什么事情吗？完了，已经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国术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吗？严重的事情是什么？是代表谁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吗？是有。十点半弹吉他没有问题啊。现在人平日的小仓鼠车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忘记了。可是一家神推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吗？是有什么坏事吗？是坏事吗？不是，我现在讲的是坏事。果树忘记果树是鸡肉饭，不是啊，不是大家来看的人都是鸡肉饭吗？不依不依，这个真的该搞，木棉花阶梯搞，先搞起来。谢谢高庭蜜手花之金锤，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谢谢，今天到十点半，表定其实是到十一点了，但是其实可以结束了，因为我提早半个小时开。快乐皮皮在吗？仇人多多怪，放心你在。快乐皮皮，快乐皮皮，快点，我要同喜快乐皮皮。快拉快乐弟弟，同喜，还敢早开？对，陈伟晴，陈伟公叔。或是之前的 ID， 你说没有神的部分吗？你说没有神的部分吗？果树之前有认真聊一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没有神了，胸没有神了。哎，你也太顺了，就是从甄选时期。哎，对，其实也是甄选的时候就一直跟到现在的空头，然后就从甄选的时候就一直念神推神推，然后就习惯了，这样一二三四四四。快皮皮是不见了，大家快点帮我通气。哎，真的，我打错字，怎么会这样？太糟糕了，完全没发现。多多乖。王思涵最近很常进直播间哦，最近很常进来哦，早安思涵。Hello 思涵，实力吓跑粉丝。Hello 思涵。Hanabi，Hello Hanabi， 你不是，你是，我是不谋心，好。想当初渐渐否认自己的环境，承认就轻松了，大家。两年就没有神，变化是如此之快速啊！仇人多作怪。
谁的一掉粉？你是萌是吗？是吗？所有人都责怪我只会唱这一句。这是将来。他才要否认自己是结婚，一开始吧，最开始的时候啊，后来就承认了、啊，最开始的时候吧。哎，快乐皮皮怎么不见了、啊？大家，你是萌新吗？大家是萌新吗？我好难过。哒哒。那 Gemini 要交作业吗？因为那个噗噗。噗噗其实很贵哦，我发现噗噗礼物好贵哦。噗噗很贵耶，其实大家都丢噗噗，但是噗噗其实很贵。李思雅，你说还可以慢慢催的意思吗？笑死！哎，我突然发现这个框框的用处了，就是可以催交作业。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美好的用处，对啊，噗噗礼物好贵。谢蔡马先生的小仓鼠车车跟狗叔的小仓鼠车车，但是这礼物真的是可以的吗？这礼物真的是可以的吗？怎么说明我真的？你只能送廉价车车，没事，大家铺铺都很棒。不卖贵的要拿手机去打，是这样子吗？全是这概念。Gemini， 杰莫尼，给大家看我的美照，这是淡水拍的，我在考虑把它丢现实。我再找一个时机点嘛，丢现实，大家知道吗？提早领年终，哭啊！大家都跑了，快乐皮皮来了。等一下，快乐皮皮交作业、啊，是有多不想面对啊，快乐皮皮。择日不如撞日，所以快乐皮皮什么时候交作业？你今天要想交作业吗？那你要交作业吗？交啊，反正噗噗那么贵，不交白不交给大家。林果交作业啊，快点快点，全部打上来。看谁先交。感觉就没有人要交。快乐拍拍，快乐拍拍是谁啦？这样，你该看交公司电话。哦，好忙哦，好忙哦。完全是个不成文的规定，下次没有，这个不是什么不成文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不好的，没有这个规定啊，完全没有这个规定啊。你问我要不要交，我不要啊。没什么，为什么要交作业？我不要问啊！
勒索勒索，下次一定。哎，对啊，台北约吃饭是下次约啊，下次约。我不要啊，米索，我不要啊。证明我是你唯一，证明我是你唯一。该在纽约约吃饭啊，就这样而已。哎，谁要交作业？真想不到下场啊！好啦，下次，林狗不是有想，弗拉斯，难过屁屁很好笑。林狗超，等一下，哪里啊？第四我，什么意思？你是说，你说你的作业是 diss 你吗？什么意思？是这个意思吗？你说 diss 你的意思吗？是这个意思吗？下次约鸡肉饭啊，然后完全不知道是约哪一间。你的不坚定。普拿腾，明白我。不错啊，大家聊天呢、啊，聊天呢、啊。你当你朋友，林狗当你家，在一起要林狗要不要跟开心在一起？我不会 diss 人啊， diss 人超难的、欸。那我要一个气势磅礴的音乐，这样听起来比较气势，大家知道吗？史诗级震撼配乐。你看，思涵又来了，思涵又来了。不。怀怀超凶，怀怀好凶哦，怀怀你好凶哦，你不会溺死人，怀怀好凶哦，好可怕、哦。嗯，哎，我不会溺死，我要怎么溺死你？新 CP 诞生了吗？黑心果。一下情绪勒索，那要换音乐嘞，伤心的音乐。我们要换音乐了，等一下，即是悲伤的，即是悲伤的。我钢琴曲，外面车子很吵。情绪勒索。等一下，我要去 Google 如何情绪勒索。所以你们会去 Google 这东西吗？勒索者和被勒索者都是缺爱的，不要再对我情绪勒索了。完全没有人教你如何情绪勒索别人，哎、欸，他是说。
他是说如何破解情绪勒索，没有在教你如何情绪，可以教一下吗？可以教我怎么勒索别人吗？我想要学习如何勒索、欸、被情绪勒索怎么办？怎么没有人在教怎么勒索别人？其实我也不是在说你怎样啦，我是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存钱啦，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啦，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但我也不是说单身不好啦，但是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女朋友了？这样有勒索到吗？这样有勒索到吗？这样有勒索到吗？其实我也不是说单身不好，单身不好，单身也很自由，我觉得单身也很自由啦，单身也很自由，但是是应该找一个女朋友了吧？Yuki 的可以吗？你不是我粉丝吗？你为什么不交作业？没情绪了，对啊，我没有东西可以勒索。为什么？但是他人家交了，但是人家交了。你不是我的粉丝吗？林果，林果，林果，你不是我的肌肉饭吗？为什么你的名字只有林果 L I N G O 没有？不是林果 L I N G O 肌肉饭。你不是我的肌肉饭吗？为什么你没有挂我的马甲？为什么？太真实了，就哦，我不是觉得不交作业不好吧？原来是迎战，原来是迎战。为什么？林果不是肌肉饭吗？对啊，为什么你很常去看别人 的直播啊？你都不用顾虑到我的心情吗？是不用啦，你都不用顾虑到我的心情吗？为什么你可以去看？为什么你可以参加明天的生日会？明天的生日会没有我啊，二月的生日会，二八、欸。你的生日会没有我吧？然后我连他有没有去参加都不知道，应该有吧？不是全参展。明天生日会没有我、啊，为什么你可以去参加？而且还换了一个新地点，全新地点生日会。加油，继续加油，继续加油！谢谢，我会加油，我会加油的。最好是我内心的天蝎了。明天生日会没有我，为什么你可以去参加？好奇怪哦，好怪哦，为什么？是 Team A 的手势，为什么是 Team A 的手势？为什么不是一家的手势？林果，你不是肌肉饭吗？你变了，你变了。林果，为什么？那么多个粉丝啊！这情绪勒索，你变了，你跟我当初认识的你已经不一样了。我比较喜欢以前的你。
但真会换照片吗？真假的？他会换就太好了哦。我很期待，那我很期待你换的。那林果，我很期待你换照片的，希望可以等到那一天。因为我觉得人生无常，其实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是希望你等一下可以换照片，这样子，希望我们可以每天都可以让我开心。我是为你好哎、欸，因为我换照片，别人才会知道你是肌肉饭啊。我是为了你好，哎、欸，我是为了你好，这句好勒索。我是为了你好哎、欸，不然别人误会怎么办？对不对？我是为了你好啊。哦，对、啊，不用换了啦，算了啦，没关系啊，算了算了算了，不用了啦，反正下次也是换回来啊。没关系啊，不用换了，算了，没关系啊。最伤的还是，如果你当初没有说推我就好了。哇，大家要不要去那个啊？大家不要去开一个如何勒索别人的教学，因为现在都只有在教学如何破解别人的情绪勒索，但是完全没有教到说如何情绪勒索别人哎、欸。大家不要去开一个教学啊，大家都很会、欸。算了，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反正对吧、啊、算了还好算了不重要啊反正我没有那么重要啊好勒索我哇哇算了没关系啊反正我在你心目中也没有那么重要啊没有关系你有自己更好的选择啊看长辈真的比较会情绪勒索难道我是被情绪勒索了吗？我跟你们说，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们大学有教一堂，我有修一堂课，然后他教我说如何破解别人的情绪勒索。你知道他步骤一是什么吗？逃离现场。那我想说，这是能逃就能逃的吗？这是可以说逃就逃的吗？逃离现场，这也不是，哎，不好意思，我先走了。这不是说逃就逃了，这是什么烂方法？这方法超烂的，实际上看过最烂的方法。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换了，真的假的啦？逃避现场，好，他逃掉感觉超严重的、啊。哦，妨碍自由真勒索哦，对啊，跑得掉才有鬼，逃掉就只剩勒索了，好好笑。换了吗？真的、哦？还是我没有充值？是哦，大家快帮我拍，快截图，换家了耶，而且这眼神超可怕的、啊，笑鼠，笑鼠，我刚才没有重整，算了、啊，但我觉得你可以换回去了，反正我没有那么重要啊，可以换回去了，真的，想换。喜欢就换，毕竟换头贴是个人的自由啊，对吧、啊？就这样了，就没有很重要啊。这个你想帮我弄一下就好了、啊，笑死，笑鼠哎、欸！我真的是从今天之后变成情绪勒索 master。
快乐。这句会让人超伤心。我开玩笑的，大家，大家，我开玩笑的，大家，我开玩笑的，我开玩笑，大家不要走心啦。我开玩笑的，大家，以上言论是林果的作业。林以上也乱讲哈，以上言论皆是林果的作业，是他自己的要求哦，大家，是他的要求哦，我没有逼他哦。走散了吗？走散了，伤害造成，不是吧？不是吧？太容易了吧？太容易，旁观都哭，旁观都要哭，旁观也哭。大家顾好旁观哎，旁观，大家顾好旁观。只有他，只有他重点好不好？是他说想要被勒索了吗？以上言论是林果的作业，不代表本台立场。王一嘉本人是非常和善的天蝎座。大家，王一嘉是对大家开心果，开心开心开心起来。以上言论，对，以上言论是作业。王一嘉本人是非常亲民的天蝎座。日常逼走粉丝也不是这样，林果要消失吗？我只是让他交个作业。林果消失，我真的走心哦。我说啊，只是交个作业而已。和善怎么了吗？怀怀，怀怀怎么了吗？不和善吗？林果要退坑了吗？他要退坑了吗？那么容易吗？那么容易，那么容易退坑吗？收我手绢，笑鼠，大家不要走心啦，我人很友善的，我哪有很可怕、啊？你们在那边叫我可怕一点，在干嘛？好，我要念排名了。第一名是快乐皮皮口卡的瑞州，现在快乐皮皮口卡的瑞州。第二名是邻国口卡的瑞州，现在邻国口卡的瑞州。第三名是 Jemily 口卡的瑞州，现在 Jemily 口卡的瑞州。第四名是怀口皮亚的瑞州，谢谢怀口皮亚的瑞州。第五名是开心口皮亚的瑞州，谢谢开心口皮亚的瑞州。第六名是正头口皮亚的瑞州，谢谢正头口皮亚，正头，正宇，我是累了，谢谢正宇口皮亚的瑞州。第六名是正宇口皮亚的瑞州，谢谢正宇口皮亚的瑞州。第七名是 Rex 口皮亚的瑞州，谢谢 Rex 口皮亚的瑞州。第八名是洛瑞笑笑口皮亚的瑞州，谢谢洛瑞笑笑口皮亚的瑞州。第九名是 CKUMK 口皮亚瑞州，谢谢 CKUMK 口皮亚瑞州。第十名是高级米索口皮亚瑞州，谢谢高级米索，对，我口皮亚瑞州，对不起啊，郑宇。第十名是 WZI 口皮亚瑞州，瑞州，谢谢 WZI 口皮亚瑞州。第十二名是蔡马轩轩口皮亚瑞州，谢谢蔡马轩轩口皮亚瑞州。第十三名是 Jerry KH 口皮亚瑞州，谢谢 Jerry KH 口皮亚瑞州。第十四名是咪咪鸡肉饭口皮亚的瑞州，现在咪咪鸡肉饭口皮亚的瑞州。第十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口皮亚的瑞州，现在变成新鲜柠檬口皮亚的瑞州。嗯，外包组看正头的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啦，掉粉丝。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用什么名字没关系，我没有很在意啦，真的，真的还好，真的还好，真的没有很在意。哎、欸，大家不要走心哎、欸，真的、欸，大家不要走心哎、欸，挑战最多掉粉记录，大家不要走心啦。现在码头的红包，码头对我最好了，还发红包给我。现在码头的红包，码头好多红包，你看码头人那么好，大家多学习一下码头好不好？码头很多红包哎、欸，感谢，是不是把来握手会的钱花在这里了？期待某天再次与你相见。有哎、欸，这蛮好笑的，开心这个蛮好笑的，他改名叫开，因为新走了，这个蛮有趣的。
谢谢国硕小仓鼠车车跟大头大明的玫瑰。谢谢大头大明很多玫瑰，跟菜马旭旭的小仓鼠车车，跟老沙小仓鼠车车，跟变成新鲜货小仓鼠车车，马豆礼物的宝子多呀。哇，码头很多红包哎！谢谢码头的红包。码头是一个感觉是一个独乐乐，哎，怎么念？独乐乐，独乐乐不中乐，独乐乐不中乐，不知道怎么念。比我过年包的还多，谢谢。谢谢大头大美玫瑰跟普拉斯的小仓鼠车车，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多学习这个精神，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被情绪勒索到了？没有，没什么，什么意思？你大家怎么那么容易被情绪勒索啊？是同样的命吗？是吗？不是独乐乐吗？对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为第一个乐是音乐的意思，就是指与其自己一个人享受音乐，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所以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学到了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一家不如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情绪垃圾，你这情绪垃圾，你以后可以骂别人情绪垃圾哎，你这情绪垃圾，好笑，大家，你这个情绪垃圾。我今天已经跟大家分享很多音乐，好不好？我今天狂分享，听色色，完了完了，国少走心了，实力掉粉。各位那么好的手话，可以给我接吗？我也想要，我也想要。仁者要山，智者要水，这个我可以。情绪垃圾，走心走起来，大家。如何破解情绪勒索？你这个情绪勒索，这个蛮好笑，这个大家可以学起来。如何破解？你这个情绪勒索，超凶，超凶，超级凶。好了啦，我要关了啦，两个小时哎，播两个小时哎，怎么这礼拜播那么久啊？我这礼拜播了五个小时哎，大家。最后带来一首《安平之光》，《安平之光》好赞。不是安平之光吗？欸，是安平之光，对。我说在座各位都是情绪垃圾，情绪垃圾。谢谢怀的 love。好了，大家晚安。今天播很久哎，该睡了。对呀，该那个哪个？该洗澡了。国术鸡肉饭，国术直接被勒索到哎。你加班了三小时，太辛苦了吧？那辛苦了耶。大家晚安，下礼拜什么时候播啊？二三，礼拜二的早上8点，好像是礼拜二的早上跟礼拜三的晚上8点，好像是。大家就以官方为主。大家辛苦啦。Miso 鸡肉饭晚安 ，CKMK 鸡肉饭晚安。Yuki 饭鸡肉饭晚安 ，Plus 鸡肉饭晚安 ，River 鸡肉饭晚安，大胸糖飞镖鸡肉饭晚安，开心鸡肉饭晚安，风风鸡肉饭晚安，变成新鲜柠檬鸡肉饭晚安，尬仔鸡肉饭晚安，怀鸡肉饭晚安 ，Quisu 鸡肉饭晚安，是这样念吗？国树鸡肉饭晚安，振宇鸡肉饭晚安 ，Pat 鸡肉饭晚安 ，Yuki 鸡肉饭晚安，尬仔鸡肉饭晚安，飞镖鸡肉饭晚安，开心鸡肉饭晚安，灵果鸡肉饭晚安 ，River 鸡肉饭晚安。茄子鸡肉饭晚安，六鸡肉饭晚安，怀鸡肉饭晚安，快乐皮皮鸡肉饭晚安，超不一定有梦班鸡肉饭晚安，老沙鸡肉饭晚安，赛马轩鸡肉饭晚安，码头鸡肉饭晚安。
大家再见。一头就放晚安，天冷就放晚安，蔡马勋就放晚安，那你会让就放晚安。一直走，一直走，世纪。夜放松，我们活在过去未来，一个运送过来的同一个脑袋。走力气感受滂沱的爱边。我没有走心，我是怕你们走心好，你们才不要给我真走心哦。我没有走心啊，我超不会走心的，我是怕你们走心欸，你们不要真的走心欸，不要一直走心欸，大家班不是，他是说可爱，他说没有喜欢可爱，他没有喜欢太可爱的，但喜欢一家这样，大家不要走心啦。只有走歪吗？先老下枫叶，我不会走心，我是怕你们走心好不好。在奥地的郊区，漫游时间和意义，一直走，夜放松，我们活在同一个脑袋。没有，我也没有走心好吗？粉丝我们会注意，我也没有走心。你即将管理，请去国术百万主播那边处理一下。请去百万主播那边处理一下大家的走心，喝一下毒鸡汤。滂沱的爱边，好啦，大家晚安。饭之很轻，对，先来我这里训练一下如何走心。哎，反正我喜欢看你走，对，可以啦，可以啦，你很棒，你很棒，乖，笑鼠，好啦，大家拜拜。